Ohana 就是家人，打招呼、早安、午安、再见都可以用 Aloha。而 Aloha 本来就有爱、和平、希望与幸福的意思。接下来的表演就是希望大家能够体会神的思想与爱的本质。就像我们都是阳光子的家人们，一起为玉基轮共同努力着。让我们一起来欢迎北台湾神徒手们所带来的